Well, China's solution to the water shortage in the north is to take water from the south. Well, in December, the central section was completed and water started flowing to Beijing from Danjiangkou in the middle of China. Well, the project is a controversial one that has been debated for half a century and has taken over a decade to build. Well, the government believes it is the best and only choice. In today's episode of our special series, Half Empty, our reporter Han Bin talks to two men at each end of the pipeline. 我呢是算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自来水集团工作，平常呢从事的工作就是生产自来水，而同时呢我也是北京市的一个居民，我又是一个用水户。 北京市的用水量应该是连年上升的，因为从我们水厂的生产来讲，我们每年的供水量也是在逐年增加，而且我们每年当迎接供水高峰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感受的那种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北京是一个缺水的城市，这个缺水呢，不光是说咱们能够看到的河湖里面的水，也包括咱们生活饮用水，都是属于紧缺的状态。 所以说，整个南水调过来之后，是对北京整个这个水源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补充，能够缓解咱们北京缺水的这么一个现状。这是咱们南水北调的水源地，整个的大坝来讲后呢，全长是3449.1亿立方米，整个的水面达到1050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南水北调的总体布局图。 南水北调来讲后呢，起源于丹江口，整个的这个干区的长度1460公里，所以来讲后呢，每年的调水量，就是设计的这个额定调水量是95亿，这是一期工程。二期工程来讲后呢，要调水140亿，中线从丹江口市发源地起始，1332公里，穿伏牛、绕太行、跨江。 淮、黄、海一直到北京，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优化水资源调配的核心性工程。南水北调东中西线形成之后，将会形成三横四纵的一种调水格局，实行我们这个区域内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从南水去年12月进入北京，正式进入北京之后呢，水量是在不断的提高，现在呢应该达到一半以上了。 对于我们厂来讲的话，使用南水的量已经达到，和本地水的来和本地水的比例来讲，已经超过本地水的使用量了。调走了这个95亿以后，肯定对中下游的一些个生态和用水有一定的影响。下步来讲的话，就是看每年是丰收年还是枯水年了。水来的多一些，我们就调的多一些；水来的少一些，就调的少一些。因为它讲的水温系列是多年平均。 它有丰水系列年，有枯水系列年，这非常正常的，这非常非常正常。南水北调三条线完成了以后，可以只能说是大大缓解北方的缺水，彻底做得像南方式的占有水，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水质，因为这是咱们水库区一些老百姓牺牲了经济发展，保留下来这一库清水，在国内这很少很少。 搬迁老百姓来讲后呢，到一个新地方，因为他祖祖辈辈在这么多年了，到一个新地方，地方他有适应过程，这是做了大量的牺牲的。我为我们家乡这个水能够送到北方去，我感到骄傲和自豪。我觉得最带水的态度就是应该两个字：珍惜，因为它确实来之不易啊。那我们作为一个受水地区的普通用户，站在一个普通用户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感谢，因为为我们能够用到水，他们做出了。 付出了一些努力，有些人甚至是做出了牺牲。你看这么清澈的水，对我们当地老百姓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考虑到北方缺水，南方水多一点，对国家统一的一种象征，对国家总体利益的一种平衡，我觉得来讲，把水调过去以后，希望北方的老百姓来讲，也应该珍惜这个水。首先从节约用水做起，然后的时候呢，再把水资源的利用达到最大化。